我是侦探阿达，机智过人，屡破奇案。我有常人所不能及的破案神器，光的拍照翻译机。破案并没有这么困难，保持冷静，拍张照，即刻翻译。你看过这个人吗？I've never seen him before. 你以为我听不懂吗？我以前从没见过他。你怎么可能没看过？我有预感，案情会很单纯。你们有找到什么证据吗？我会查明真相。哎，你这个翻译机也太厉害了吧！